多人来说，1997年6月30日这一天，由于等待而显得特别的漫长。从天明开始，人们便急切地盼望着夜幕的降临。天安门广场上，10万人通宵达旦，载歌载舞，尽情地表达着欢乐的心情。首都大街小巷拥满了盼望回归时刻到来的人群。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终于开始了。6月30日晚。